因为要飞行属性，咁而家下边嗰两只啊，智山雀同武黑，特别武黑鱼嗰个等级比较低啲。呢个咩？发光啊！即系点啊？色泥？唔系喎，哦，太晶啊！直接太冰化个街度有。哦，要進化了，要進化了。
我哋睇下試下直衝道館會唔會死啊！
好像玩到 Wii Sport 的足球。接打 boss 啊，就係打啲流羅。平時啲道館都係一路行入嚟，好鬼多嘢打。出現唔到對方個 level， 定係按照你嘅 level 嚟計出嚟。咁如果一路唔練級，咁佢咪好低級？
去到太正法，唔知变咩神。一隻皮卡超就個細機。